嗨，各位安安好，我是梅森，接下来再度回到收看我们的《猎魔者杀出地狱》。现在，这一集魔王关啊，不管了，我不管塔罗牌了，看看啊，哇，看起来好美丽。哇哇哇！这什么啊？这什么？怎么好像？天哪，这到底怎么打啊？没有死我！哎呀，过来！啊！这不太对啊！没打住！你在干嘛？好痛哦！天啊，这到底这也太扯了吧！哎呦！你奏效了。可以呀、有死我！
道你要我怎么跑。天哪，快被搞疯了！真的。我现在真的搞不懂，我到底有没有在打到他呢？我真的是……哦，天哪！干嘛？他该不会……哎！到底要干嘛？也不急啊！哎，有了有了，他终于袭了。哦，不不不，干你老师！靠腰。弹药快没咯，啥？干老师哎，只会用这一招。
我已经看穿你的招式。好，这个距离应该就可以打中他了。啊，有了。他都已经死了，我还用这个状态干嘛？好浪费时间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为了打一个好像自带媒介那个 BOSS。对啊，好烂哦，这是 BOSS。有点很没创意耶，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真的没创意。哎，比起初代哦，跟那个 Overduce 哦，那 Boss 哦，那差太多了。哎，我真希望最后一关那个最终 Boss 哦，那个不要让我失望。啊，只有唯一这关呢、啊，第一个 Boss 啊，就只有这个，就只有这关而已。啊，好啦，哎，录了就录了就录啦。How do I say？ 好啦，拜拜各位，下期待续哦。